因为每个机器零件呢都是设计师给设计出来的一个产品，这个产品本身就包含了设计师的一些设计理念还有精神情感，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人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艺术品。然后现在在扔到垃圾堆里面然后再回炉的话，我觉得挺可惜的，因为它这些本身的造型呢，我觉得可以再延续它们的生命。